这块是做失败的门。你猜猜看这是什么？你猜猜看这是什么？什么做失败的门？这么没有 sense。再看看左边，看看右边。右边。你右边。这么没有 sense， 做失败的门。当旁边有一个什么东西，这样连地上的一起看哦。对呀、啊。是不用连着地上啦。要。算了。干嘛偷射我？哦，该不会是直接是2.0的意思啊？对呀、啊。切、哦，他这个直接埋在底下，他那个二的下面直接被遮住了，是要怎么看出来啊？被吐槽了。风色。哦，有人飞。哦。这是谁的狗吗？我的狗。死掉了，狗死掉了。太好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吴秋峰，事隔好久好久又回来录无间日常了，耶耶，有够久的，大家都好忙哦，大家都好忙，忙死了，忙死了，年底忙死了，年底超忙的，今天要去地狱是不是？是吗？对吗？哎、欸，我们去地狱，光去地狱觉得有点无聊，好了，我们就看谁收集最多的石英，最多的。什么地狱疙瘩或是什么荧光石粉之类的，要不要你们选一个？去地狱还有什么应该要带的吗？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子去地狱了。应注意未注意。地狱就什么东西都不用带啊，地狱就可以了。 OK 的啦，你们 OK 的啦，什么就可以了。你们 OK 的啦。真的吗？我们 OK 的。等一下我的头盔会爆了，换一下。先整装有没有？大家很怕死，好不好？先整装，先整装，超怕死，怕什么？怕什么？没戏啊！没有防喷，你们慢慢来哦，我要先去喽。一号勇者要去了，好，开始了，就要计时了吗？比赛开始了吗？小豪现在开始计时，好不好？好，好好好，开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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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哎，怎么没有传到我？谁把我推出去了？你们？荧光粉，荧光粉，好可怕哦！我顺便挖一些石英。哎、欸，啊，会不会待会回不回来啊？哦、回不回来？回不回来？我觉得还蛮堪忧的，蛮堪忧的。下次我坐标嘞，你们自己坐那个可以回来的路哈。我要先记坐标。我要去找荧光石了。哎咻哎咻，哎、欸欸，我就靠这一块获胜了，好不好？幸运稿不知道会不会打比较多出来哎。就居然没有、就没有、会吗？我不知道，好像没有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所以我拿到面疙瘩可以第一名吗？不可以啊。面疙瘩，我不知道那个什么地狱疙瘩。这一集没有啊，你们说不比啊？不比面疙瘩。都找到堡垒了，怎么可以？面疙瘩也太好笑。你讲错，疙瘩就很像疙瘩、啊。疙瘩就很像疙瘩。可是疙瘩到底是什么啊？为什么会有这种十足？就大家不会好奇吧？疙瘩就是在那个啦、啊，身体上的那个鸡、啊、皮疙瘩，对、啊，就有点。哦，你这个解释非常的精辟，我还是不懂。真的有点危险。自己的身子自己负责啊！怕，好可怕、哦！我还是跟两都大都大都成年了，自己的人家自己都成年了。这么那个。你在说什么啦？大家都成年，自己的身体自己负责，感觉很那个。兔子刚刚说不能怎样？不，我刚刚干了蠢事，没事。干了蠢事？没事。什么蠢事？什么蠢事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？那个知道，把它剪出来。懒人包，懒人包，加油！把它剪出来。你刚刚说给红包吗？剪出来就给红包。你要给多少？哦，这个下去真的是不行哎、欸！天神好吵、哦，救命哦！你为什么要去堡垒？不是在收集荧光粉吗？堡垒也有是不是？有啊，堡垒最多了。你骗呐！我们没有要跟你抢堡垒，我们没有要跟你抢堡垒，让给你。因为我就知道堡垒没有荧光石。哇，我有三组了！这么好，真的假的？我有三组了。我直接气啊！
我怕掉下去。怎么你不玩了、哦？不玩了、哦？我超怕跌下去的。我直接弃养，我直接弃养。弃养、啊。我觉得我那个什么下面有点痒痒的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就是那个啊，那个有点像是坐那个海盗船的感觉。海盗船我头开始麻了，有点凉凉麻麻的。我听说过男生坐海盗船的一些感触。你为什么会听到这些？不是啊，你啊，有在哪？在哪？在哪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有个有鬼叫声，好多死掉了。什么鬼叫声？怎么了？我怎么突然生成那么多啊？那声音？对啊，超大声的，吓死！因为把荧光石挖掉就会那个吧？我没有看到，天啊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有一些掉到下面去了。把荧光石挖掉就会变暗啊？这样吗？不是啊，可是叫声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用意吗？不要挖我家的荧光石！干，好可怕，吓死了！等一下，我们好，我赶快回来，赶快回来！我刚才掉了一些在门旁边，我快吓死了！我要去抢。哎、欸，好像掉到岩浆里了。哎、欸，帅啊、哦！哇哇哇！啊，我听到声音了啦！那就叫回去啊！哪边还有啊？在下面，我看到了。在哪里？叫你就叫我去，在很下面的岩浆处。我觉得我现在看过去就是一片红。在哪？我是想说挖矿挖一挖，结果被炸了。来了好有趣、啊。来了，他如果遮住自己，他还会炸出来吗？不会啊！不要！我说理论上而已。遮住自己。他看着我、啊哦。我不敢出去了啦。炸不死啦！你们装备这么精良。可是我们就没有装备。我怕掉下去。你们又不是空装。美系美系，安娜。打火球，打火球。火球可以打回去哦。可以可以。算了。你用徒手可以把火球打回去。用什么？徒手就可以了。徒手。在拿方块可以打回去吗？成功。也可以，都可以。给。好，以牙还牙，那应该都比较不用这么怕他了。哎、欸，我怎么他突然消失了？他会瞬移吗？他会消失啊，那个跟一般的怪一样，出生一段时间之后都会消失。啊，是哦，是哦，不是飞走了吗？也有可能就是飘到你视线之外啊。不能倒水。就地狱不能倒水，不要想用垂直升降。我成功了，我刚刚犯的错就是这个，我倒了一桶水，我算的好好的，我不会摔死，算的好好的，那你要怎么回来？嗯，我虽然知道自己不会摔死，可是还是会痒痒的，还是会痒痒的，啊，下去喽，我还以为我要摔死，应该可以踩了吧？不要，我应该要再围大一点，以免那个又掉到地上，又更难捡。伤心、欸，想不到踩荧光石真的还蛮刺激的、欸。是啊，没想到会痒痒哎！我快哭了。玩其他类别的都不会痒痒哎，只有这个会、欸。对啊，上次海盗也没这么痒。海盗真的，这次真的超痒，恐怖、啊。海盗有什么好痒的？有啊，那个海盗来的时候我觉得很痒啊。海盗来就痒了。公司阿伟。我不知道在公司阿伟。哎、欸，开采完了。不过好像有一半都掉下去了。对啊，容易都这样。伤心。你要练习接近接近币、啊。哇哦，看着他直坠落啊！练习接近币、啊。男生坐海盗船，那个他会消失啊！消失，就是直接消失。然后说，我们这种有术语就叫斗 Q， 是不是？哦，是的，有一种武功叫做缩阳入腹，因为消失就是斗 Q。哦，是这个吗？
我就问说，男生坐海盗船都会那边都会感觉消失掉，是不是？不会吧，我还好啊，我还好，是这种高高的会痒。我只是那种嘛，我是坐海盗船，然后就脚钉子，然后脚抓在那边发抖，下去的时候瞬间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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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东西啊？吃错药哦。我们上次坐海盗船的时候，然后你就一直在上面乱叫来叫去，就那个工作人员就帮我们转了。他被霸凌了。他被霸凌了。我突然不讲话。他被霸凌了。直接被霸凌。阿西霸凌。就没声音。对，就直接被霸凌了。好好笑哦。没声音了。刚刚没声音哦。刚刚没有。你刚才怎么了？工作人员跌板这样。啊！我说工作人员就把我们用到垂直90度啊！真的假的？真的、啊。起因是太吵了。没有啊，就是一开始他就说什么，他就在那边说什么，因为不是都有什么心脏病不行去吗？然后我们每一个都装作我们有心脏病的样子走上去啊，然后他就在那边跟我们笑，然后我们就上去，然后叫超开心的，然后他也玩得很开心，把我们垂直。然后一般来说都是转两下就下来啦，我们转4下5下吧，一直不放我们下来。哎、欸，不行了，我要回家了，那个已经满了，身上满了，包不满，太夸张，这么多东东啊、哦，都是荧光石哦，太都是荧光石满了，直接宣布你冠军好不好？我可以不要再养了，对，真的直接宣布你冠军好不好？我觉得我养得很没价值，我累了，养得很没价值，你们有没有认真在找啊？我超认真的、欸，哎、啊欸，我都一直在养，哎，我很不舒服、欸，克服心理障碍啊，对啊，超痒，哎，很不舒服，一直在养、啊，我来练，好像讲的我来虐待你们一样，我也很痒啊，老实说，你就是干过擦玻璃啊，我干过擦，擦谁的玻璃？我怎么知道？去高楼大厦在上面，然后还不用吊钢丝，那是要修？不可能，不可能。我现在找不到回家的路是比较可怜的一点。我现在也觉得我应该找不到回家的路。先放一题回去。我电。我看到有人很移动的那个什么开采的痕迹，我就没有很紧张。哎，不，要死了！耶、yeah! ！怎么了？ Yeah!要死了！掉岩浆里面了！要死了！哦、oh、no！ 全都没了！哦、oh、no！ 没关系啊，你还是最多的、啊。有机会了！你们有机会了！等一下，我的装备我要去捡。QQ 啊、哦！我在死前有把它弄起来。脱掉对了，丢地上。不是，有要堵起来，有把岩浆堵起来。我看一下大平台。哎、欸，那我要继续养了。哇，没有了，都没了，感觉不是这里耶、欸。迷路了。你刚刚就已经迷路找不到回家，你怎么知道那是哪里？可恶！我看到我死掉的地方了。可是没有东西了吗？都没了。不是，还要再上去，还要垫上去。啊！这种往下看的感觉真的很可怕。对呀、啊，而且你按住 ship 的手指，搞不好还会有一点那个。哎、欸，我看到有一个人在底下，有一个人在地狱门那边，是谁、啊？我吧。哦嗨，我刚回来，因为我刚刚去放荧光石。哎、欸，还在，东西还在。什么？居然还在？吸到了！复活了！行。哎呦，真的是。知道怎么过去？要重开。还好凭借我那个惊人的记忆力。不是平常做很多善事吗？真的，扶老太太过马路。哪有这么多好老太太可以扶啊？我看一下，刚刚那有几组？算一下，清算一下。这喷掉真的太可惜了。Q Q， 小时候刚刚就应该跑去抢的。对啊，好打死、哦，好痛，超怕哎、欸！我好怕，我没有注意到他，然后就。我这边还有好多荧光石、啊，我也超怕的。找到很多荧光石，表示回去的路离我更远了。哎、欸，是什么？你用眼声音让我好害怕哦。
我现在在对付他，哎，伊欧伊整个冒入岩浆里耶，好邪恶哦！这怎么打啦？怎么打？他只是要跟你讲说 ，I will be back。哦，我看到了，他底下。请问这要怎么打？啊？是往上打吗？哦呦哦呦！我就在一哭荧光石了旁边，竟然还不能踩。他是不是在打你啊？我看到嘞，我在你上方。你在看着我被打。哎、欸，我有在帮你射箭哎，可是我因为他有点太远了，有点射不到。他消失了。我看不到哎，对啊，他是不是消失了？他好像消失了。好。别闹，我刚才帮你补一箭，然后他就跑来找我，是不是？哎呦哎呦，寻仇有没有？真的好凶哦！要跳要跳不跳？我先逃跑了跳。要怎么样？要死了没？跳跳不跳？没事没事。峰哥，就算我抽了你一组的荧光石，你也不会发现啊。这什么东西啦？我会啊。太多了。僵尸猪人。杰瑞的还没放进去吗？还没啊。还要多久啊？还要多久？多久还有六分钟。六分钟哦。对。六分钟，我来打一下猪人好了啦。不要啦。不要不要不要，我旁边有一只，不要不要不要。咻！我要回去了。哎、欸，这里有泽平掉下来的。回去加一。你也太夸张了吧！好了，可以回家了，可以回家了，可以回家了，安心回家。都可以家回家，好爽，没事。哎、欸，你怎么死了？没关系，我回去过了，只是我装备都没了。你烧光了，我的装备烧光光了，你的附魔装都没了，哇，都没有了，都没有了，还有多久？差不多啦，要回去了。哇，最后这个，哎、欸，那个林行，你们回来就差不多喽，挖完那一窟就可以回来喽。家了，太强了，好多、哦。我们到家了，算你挖那些好了。把你们的荧光石放在那个箱子里，看一下。哎呦，泽平还蛮多的嘛。林行没有要放了吗？没了啦。哦，你们前面两个都好多、哦，莫名其妙。我们是有钱人呢、欸。莫名其妙。一箱满满的、欸，尤其是这个啦，这个最莫名其妙了，是来啦，再送你们一点，再送你们一点。大爷拿钱了，大爷拿钱了，不要不要。哎、欸，这个金色的真的很像钱呢、欸。我才不接受你的施舍。哇。哎、欸，我是真的一个都没捡到。阿比真的太惨了吧。就慢慢挖。不急不急，慢慢来。唯一一个谨慎稳重在开采的，我们几个都不知道在干嘛。我们在高空作业啊，不要命啊！我们都很对啊，谨慎开采耶、欸！你是不是挖完一个的时候就啊好累哦，我休息一下，然后就坐在旁边，然后就哦休息完了再挖一下。现代劳工 OK 的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结束哦，挖完一箱了。叫我银丝王，简称银王。我知道。银王。下次再会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幸运稿真的有差吗？有吧？应该是没有没有吧？我觉得没有哎、欸。没。幸运稿只要挖是那种，就是挖出来的那种一粒一粒的类型的。隔对荧光石好像没有效。真的吗？因为你看我就是我挖的跟秋风其实差不多，只是少挖一些而已、啊。对啊，应该是我找到的比较多哎、欸，我都还好，我有捡回来，不然就赢不了杰瑞了。哎、欸，这样我有很多荧光石要干嘛？可以那个不知道做红石灯吗？可能可以盖路灯有没有？